路旁一群民众耐心站着等待，就算风怎么吹，手还是稳稳拿着大炮和手机。这群军事民一早来卡位，等待的就是这一台台红白蓝相间的永鹰高教机准备起飞的瞬间。带来看一段画面。为了目睹精彩的起飞瞬间，许多民众放假早起就来到新竹空军基地旁，准备好大炮、相机。这五架由国旗颜色拼接的永鹰高教机在机场跑道上准备就绪，接连升空。因为首先登场的就是空军派出的五架国造永鹰高级教练机，要为今年的国庆大典揭开序幕。除此之外，负责雷虎特技超演的 AT-3 教练机也将正式交棒给永鹰高教机，将会以全新的风貌出现国人眼